9月9日，有媒体爆出一组杨紫、马天宇拍摄新剧《我的穆格利男孩》的剧透照。从照片上看，杨紫、马天宇两人均穿剧中情侣服饰，时而表情严肃，认真对戏，时而私下互相谈笑。两人无论造型还是气场都十分的般配。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支持与期待。据悉，《我的穆格利男孩》讲述森林出来的男孩和都市女孩的爱情故事，题材新颖另类，是国内首部环保主义精品剧。该剧从6月份开拍，相信不久后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芒果捞新闻，期待杨紫妹妹和天宇哥哥的合作啦！报道。